摸一下，哎，哎呀，太可爱了啦，真可爱耶、欸！哎呦，好粗哦！那边我们在钓鱼，不要挠了，在这里玩的，去那边。哦，他还在，他还想吃哎、欸！要赶快收，不能让它跌到。摸一下，哎，哎呀，太可爱了啦，真可爱耶、欸！哎呦，好粗哦！哦，也粗哦！喂，那边我们在钓鱼，不要挠了，在这里玩的，去那边。哦，他还在，他还想吃嘞！哇，在哪里的？这边。我们金沙哦，自从从民国1997年就已经开始渔业署公告禁止捕杀，那在2000年的时候，经过海保署也已经把它列为保育类的野生动物。那保育类野生动物，我们一般人不得骚扰、虐待、宰杀、猎捕等等的。那所以我们在富山渔业保育区的周边有金沙自己来主动接近我们的渔船，这一部分并没有构成骚扰的这个行为。而且我们的这个渔民也还有这个。照顾一下我们这一个游过来的金沙，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处罚的这个行为。那渔民如果有喂食它，这样子算骚扰吗？因为毕竟是金沙主动来跟人类做接触了，这一部分就保育类野生动物来讲，我相信也不算是一个处罚的行为。